日本资深演员仓田宝超出演新剧《打天下》，邱锦棠大赞前辈气场厉害。Judas 罗海玲首个演唱会如期举行，请嚟郑融做嘉宾合唱经典歌。王子教将会出席林志玲婚礼，透露已经准备爱心贺礼。欢迎收看十五分钟热度 Plus， 我是 CK 朱俊杰。林志玲和老公 Akila 在今个月17日就会补办婚礼了，日前终于派了喜帖了噃，还是由 Chilling 爸爸亲自提笔写上的。在喜饼方面就用上了日本的蛋卷和朱古力薄片，而婚礼就选了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台南美术馆那里举行的，认真别出心裁，恭喜女神。日本资深演员仓田宝超贵为空手道大师，这次获身兼监制的邱锦棠邀请参演 Viu TV 新剧《打天下》，日前他们就和张建升齐进行拍摄，仓田先生用广东话和大家打招呼，更加透露是从影以来第一次拍摄香港剧集。大家好，我是仓田宝超，1970年に香港へ来てからテレビドラマ初めてなんです。初めて。気持ちはどうですか？うん、嬉しいです、より映画と違うね、いろんな人に見てもらえるし。仓田先生之前亦受堂哥邀请合演过舞台剧，他就分享同对方再度合作的感受。今回アオさんはまたプロデューサーも兼ねてるんで、よりこう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ね、力を入れてるん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お、今までの青さんとちょっとこう雰囲気がもっと真剣だなって感じがしますね。在剧中，仓田先生同张建升演父子，而同堂哥就是师徒关系。堂哥大谈当时邀请师傅拍剧的情形，不过讲到面对前辈，依然是相当紧张啊。邀请他嗰阵时，他是真系哇即刻应承定系点样噶？佢好啊，好啊，故事讲咩噶？佢把声系咁，跟住几时啊？啊，跟住就。錢啊，後邊先講嘅。佢成日都係咁啊，故事講咩啊？跟住幾時啊？你有咩同我女講得啊？咁啊，之前都交手過啦，咁今次再合作個感覺又有咩？嚇，永遠都咁親切啦。但係咧，其實阿 Sense 咧，佢永遠氣場好大。佢一嚟到咧，我就一直暗春咁樣。我直情見到阿倉田先生，我一齊喺化妝間，我諗住攞支水都唔敢啊。係啊，叫人哋去攞嘅，因為倉田先生即係阿 Sense 嗰個氣場真係好似唐哥所。你係咪覺得好勁？佢唔出聲都。係啦，好多年前第一次同佢喺東京食飯，咁佢就同我翻嚟講喺度笑，佢做咩佢咁樣？我成餐飯我係咁。坐到好直，跟住隻眼係望住張台，唔敢望佢，唔知點解佢不怒而威就係呢啲咯。堂哥又爆同倉田先生拍攝一場練功戲嘅時候，被師傅大大力咁打。咁我哋有個叫石錘，一支好粗嘅棍，上面有嚿石屎，真係好重啊，10多kg咁樣。咁我哋咁另要用啲力去把持住。咁啊試嘅時候咧，就糾正你嘅姿勢嚇，係會咁嘅。呢老師係會咁。咁試嘅時候係咁。真的時候咧，打落個胃嗰度，跟住又要死頂住，繼續練，繼續俾佢打，又唔可以 NG， 因為 NG 又要打過。冇錯 ，NG 打嗰時，你人腦咧係諗得好快，計嗰條數邊啲係著數，邊啲係冇咁傻咧，你計過，寧願捱咗啲嘢算啦。係真係好痛嘅。你想唔想試一次啊？唔想啊！即係佢打你，估會唔會唔痛啊？唔會唔痛。冇重到咁啡色咯，我見到啡紅真係紅曬。韓國男歌手姜丹妮爾原定8月在香港舉行的 fans meeting 早前是宣布延期去到12月嘅，不過有鑑於社會氣氛，最終主辦方是宣布取消活動嘅。歌迷們記得留意退票情況啦。歌手 Judas 罗海玲的首个演唱会在几经波折后那晚顺利举行，由当初因为赞助商问题三场变成自资举行一场，再遇上公众活动和交通阻塞都令他感受特别多，所以亦都非常感激阮兆祥、梅小惠和歌迷照样来捧场啊。
我有諗過想改或者乜嘢嘅，但係就冇得改，因為大會啊同埋公司各方面咧都即係啲期咧係冇得改，所以冇辦法。係啦，咁其實都仲可以開到，咁就即係盡力咯，盡力做。因為我知道咧，其實入場嘅觀眾啦，其實都嚟得好辛苦嘅都會，咁所以就要即係唔止出100分嘅力咯，可能200分、300分咁樣去回補翻佢哋咯。但係補場嗰度而家會點樣安排咧？哇！呢啲消息咁靈通嘅，梗係嗰度咧就應該都要俾翻公司去決定咯，我都未知住係啦，不過應該未必會咁快嘅，我估。Judas 當然亦都非常感激鄭融如期擔任表演嘉賓，兩位合唱 Stephanie 嘅經典歌曲都別具意義㗎。我自己都覺得很特別的，他一路以來他的演出的地方都是在街上面，今次他將他的歌迷將他平時 cover 的歌帶上去一個場地裡面，是自己的音樂會的形式，而我又可以真的跟他分享到，即是好像說即是濃縮了他的經歷，跟他在台上一起唱。林志玲的婚礼举行在即，相关的细节逐渐曝光，而将会出席婚礼的好友黄子佼这日为活动担任主持人都成为传媒焦点，仲透露已经准备了一份非常有心思的贺礼。他也不收礼金，他也不收礼品。后来我想到一个最棒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金马奖合作之后，最常聊天的内容都是跟公益话题有关系，比如说他的公益活动希望我捐衣服，那我的公益活动希望他捐包包，就类似这样的。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那我就把礼金转换成公益的一笔捐款，然后捐到他的慈善基金会，等于是用他们夫妻俩的名义捐一笔钱，然后由他们去运用，一起做公益。我想这个应该他也蛮开心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祝福他们。被问到 Chilling 的旧爱言承旭会不会出席婚礼的时候，黄子佼表示据他所知是言承旭并不在宾客名单之内，而提到 Chilling 和老公 Akira 的相处，佼哥就以之前和两位的聚会为例，大赞男方够晒体贴啊。因为那个聚会长达3个小时，你想想看对他而言有多痛苦，我们所有人的聊天他都听不懂啊，在这个几十个人的聚会，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体贴，那个叫做陪伴。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因为那个聚会的主题其实跟他们的婚事是无关的，是有的人会不耐烦嘛，就开始在那滑手机哈，有些人另一半会这样。可是我从旁观察，这个 Akira 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笑容满面，然后就是很享受啊这个聚会，这个就是最好的体贴。卫兰和卫斯两姊妹将会担任好朋友黄子轩演唱会的嘉宾，咁佢哋话同主人翁识咗好耐，大家啦仲系好好嘅朋友。咁讲到啦，佢哋会唔会以性感歌衫上舞台？两姊妹嘅反应好唔同噃。好啊，搞到啲肌肉而家练成，系啊，有冇好咗啲啊？好咗啲有，佢有噶，佢真系。我肌，成日都你望呢度，咦实咗啦，好实啊！要有肌肉要時間嘅，咁所以係咯，我諗半年到你哋會見到多啲。兩個月都有演唱會，有冇少少 size 少？唔會啊，你知道我咯，我都唔係嗰啲類型。阿 Jo 啦，早前自爆有意中人，當佢講咗之後咧，對方有冇反應咧？佢今年會唔會過一個 lonely Christmas 啊？呢個聖誕唔會 lonely 咯，因為其實我有身邊啲屋企人，你有我哋，係啊。係咯，唔使一定有個男朋友，所以。但嗰個對象睇到報紙之後有啲咩反應？我唔知佢有冇睇喎。哦。同埋都唔理啦。唔理住啦，主動啲啦。佢唔愛。男仔要主動啲。男仔可唔可以主動啲啊？Thank you。Thank you。Janice 幫妹妹開到口，各位男仔又收唔收到？其實阿 Jo 同呢位朋友依家發展成點㗎？大家都是 friend 嚟嘅，咁其實佢都知道我哋即係對，佢都有係咯，咁所以順其自然咯，真係呢啲嘢係真係逼唔到。黃貫中早前宣布退出同葉世榮合作嘅 Beyond 成軍37周年紀念演唱會，雖然做唔成咧，好可惜啊，不過咧都要收拾一下心情，準備嚟緊澳門嘅 Band Show 啊。佢就透露咧，將會同6大樂隊一齊咧合唱《海闊天空》，向 Beyond 致敬嘅。
有长跑女神之称的艺人梁乐妍，近年开了个人健身室，她会教大家怎样练出六九腹肌，想操 fit 的话，广告回来就继续留意啦。成個新嘅重量上嚟嘅，一嚟就做呢個咩？呢個唔係最難嗰個嚟嘅。呢個唔係啊，你真係唔好跌啊！我跌啊，盡量唔跌噶啦啊！上，救命啊！冇力啦！各位親愛的觀眾，你見到我咁完美堅壯的身軀，你以為天生嘅咩？錯啦，其實係需要後天咧好好努力嘅。咁但係咧，又唔係成日有好多地方可以做運動。誒，咁啱今日咧喺鰂魚涌就有間 gym 咧介紹俾大家。今集嘅呢個老細曾底 gym 咧都係靚女嚟嘅。至於究竟佢做啲咩運動，跟我嚟帶你去玩。Yes， 求救啊！你唔好踩住先，我嚟帮衬嘅今日。系，我哋要42寸胸肌一对，腹肌六嚿，同埋老鼠仔两只就 OK 啦。骆驼咁样，好 mean 啊你，好 mean。冇问题。点啊？你俾3个月我。一个月都唔得。日日嚟。得得噶，日日嚟換衫喎，去嗰度換衫嚟。我 OK， 你睇下先。OK， 得。知我想笑咩咧？睇我咁完美嘅身段，就知我係飽經訓練。好羨慕。我大隻啲係紅山大隻啲啊！你最大隻。好。喂，嚟啊！訓練啊！男仔開始年紀大咧，咁呢個肚就開始越大啦。乜都聽唔到，收翻先。T R X 咧真係可以好針對我哋做腹嘅，所以咧由淺入深。OK。第一個動作，幫我將隻手擺喺個圈圈度先，伸直佢個圈圈。OK，sorry。好，繼續跟住瞓低個人啦。係。將個膊頭拎翻高佢，收窄個腹，沉翻低個下巴，伸直隻手，俾啲力條繩，然之後遞高兩隻腳，少少嘅啫，好少。然之後就將一隻腳拎上去呼氣，落翻嚟，另外一隻腳上，落腳直啲，上落上落上落。山仔咁樣喎喂！啊，個個學生都係咁講。誒，我又學笑，我又學笑。呢個動作佢哋全部都話：啊，又嚟啦，又到生仔啦咁樣嘅。我哋可以做60下嘅。喂，冇力啦。係，你停，我就停㗎啦。我死都唔會停嘅。我都唔會停啦。好痛，好痛！係呢個真係生仔噶，好正，但係好有好有用咯，用得個 lower abs 我哋做緊下腹啊，呢個就我唔淨止 lower abs 喎，好 abs 喎，而家好正，所以你係合格嘅。第二個深少少啦，我哋試下穿直腳入去，好似吊住個臭物咁樣勾起兩個圈圈，將兩個腳踢上去個圈圈度。OK， 遞高少少隻右腳，遞高少少隻右腳，反過去。反過去，拍低，拍低，兩隻手咧撐我哋成個身嘅重量上嚟嘅。一嚟就做呢個咩？呢個唔係最難嗰個嚟嘅。呢個唔係啊，啱啱嗰個都係咁樣，但係呢個冇咁難嘅。你而家呢個 pat pat 跌咗落去，我哋要拎翻嗰個 pat pat 上去，伸直只腳，用腳背嘅喎，用腳背，腳背嘅，好，得，伸直啦，係，你夠啦。係，慢慢將又跌咗啦，好，繼續。將兩個膝頭哥係拍埋之後咧，係扭佢掂右邊手踭，再去左邊手踭，跟住出翻嚟，係入去呼氣，再掂掂到，掂唔到咁點啊？盡掂，睇咩唔好跌啊！冇跌啊，盡量唔跌噶啦啊！人怕嘢，我怕嘢，怕到咁辛苦嘅。一嚟玩呢個 TRX 嗰啲咧，係多數嚟減肥啊，定係即係打工仔一族嗰啲嚟㗎？兩樣都有。
其實真係減肥多嘅，係女仔居多，因為女仔就真係跟想同我一齊去做運動多。哦，拍咗全職媽媽之後咧，即係節目出咗啦，跟住就多咗好多人就知道原來我係一個跑步同埋健身教練啦。嗰陣時我仲未開 studio 噶，咁跟住真係好多人問啦，跟住個個問下問下，就發覺如果咁多人真係都想同我一齊去做運動，咁不如我真係開個 studio 就邀請大家嚟揾我一齊去做運動啊！一個禮拜會喺度教幾多日？三日咯，真係。其餘嗰啲時間咧，我係真係要俾自己去練跑啦，因為我每年我都會去唔同嘅地方跑馬拉松噶嘛。有冇感染埋即係身邊？有啊，逼佢咧。我感染咗一位咧，睇我拍《足地一百》嘅節目嘅一個馬來西亞女仔，佢嗰陣時係真係特登 message 我，同我講，原來佢已經去到癌症第四期啦。即係佢做緊個 treatment 咧，係好辛苦，佢話已經唔想食嘢，同埋冇體力。係啦，睇咗我呢個節目之後咧，就發覺唔知可能佢覺得我食嘢或者我成個節目之後咧，係有啲彩蛋係教人跑步嘅。OK。係啦，亦都有去記錄我嘅東京馬拉松。佢就睇完之後咧，就話真係有翻食慾啦，開始食翻嘢，然之後就成個 treatment 就真係過咗啦。咁就差唔多 recover 完咧，佢就真係開始去跑步。Oh my god！ 係啊，到上年咧，佢係真係跑咗一個半馬拉松，仲要嚟咗香港，親手送咗個牌俾我。Jesus！ 即係我做緊嘅嘢係可以鼓勵到身邊嘅人，呢個係我覺得係真係好無價。唔好講到馬來西亞咁遠先啦，我想繼續做運動咧。我唔貪心嘅，我淨係希望好似阿永成咁樣咁 fit 就得㗎啦。唔係，好似有個肚腩仔嘅，我記得好似係。你個肚腩仔真係細過佢咁。收翻埋先，收翻埋先。好，喂，唔好理，唔好講笑，繼續做，繼續做，繼續做。OK， 好。好。為咗我建立我完美嘅暖男形象嚟啊，唔停啊嘛。嚟啦，暖男，撐高。好住，然之後個屁股幫我夾上去腳直 ，take， 然之後一個 push up， 呼氣上去，呼氣落，個屁股 push， 推上去 ，push 一個上，救命啊！冇力啦！導演咳技好辛苦啊，大佬。我要唞順條氣先，使唔使再飲多杯水？啊，唔使住啦。但係我知道咧，你呢度搬咗佢嚟幾耐啊？大概五個月到啦，而家。之前係喺邊度㗎？喺中環荷里活道嗰度，嗰度好細嘅啫，即係最多可以 fit 到八至九個人嘅啫，嗰度。但係而家呢度咁大，係你一個人租曬頂曬啊？唔係嘅，我有另外三個 partner 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全部都係教練咯。咁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唔同嘅專長、專業嘅地方咁咯。你就 TRX 做咧？Circuit HIT 啦。我又有教 bootcamp 嘅，跟住同埋跑步咯。跑步，跟住其他嗰三位就係另外一個咧，男仔嚟嘅，咁佢就會做開啲真係 crossfit 啊，大隻仔爆發力嗰啲。啲人舉曬鐵通啦，舉得嗌嗰啲。我呢啲咯，全部都係。有啲人話咧，即係做生意咧，即係就算 friend 好 friend 都好啦，好容易真係會有拗撬啊嘛。你哋會唔會真係有啲有機會有啲拗撬先？so far 我哋都好和平嘅，同埋我覺得大家嘅理念好似，大家都係真係好想用心去教想上嚟一齊做運動嘅學生啦。我咧就有時真係唔得閒啦，有時我會唔喺香港啦，咁佢哋都會好明白我，就真係會幫我頂啊，幫我教，或者係再用咩方法去令到呢度再好啲咧咁咯。即係以前個地方比較細咧，我就得兩個 partner， 另外一個係一個會計師咁樣嘅朋友啦，咁就真係全部。自己一手一腳咧，就真係好辛苦，洗廁所、抹地，全部嘢都係我嘅。咁而家嗰個係咪仲係呢個 partner？ 而家都係，係佢都係嘅，佢都會幫，都係有幫助我哋手㗎。係，係啊。咁但係你哋分工就分得好清楚啦，四個入邊有三個都會教啦。係啊，係啊。跟住可能因為你係藝人嘅身份，會做多少少會唔會做多少少 marketing 嗰啲咧？我都會㗎，係啊，我可能會真係拍多啲片啊，影多啲相多嘅。呢度即係擴充咗係
第五個月啦。下一步係有冇諗住真係哇發達嚟搞定係點樣先？都有諗嘅，其實都有好多人會想問我，喂會唔會有興趣繼續去做啊？咁呢度係啦，我哋而家其實都係教小班多嘅，有好多學生揾我咧，可能都係佢哋放工後啦。咁有時放工後嘅呢個地方又做緊開緊班，做緊小組。咁如果可能，其實一至兩個學生喺呢度，我都覺得 O K 嘅。但係長遠啲繼續去嘅做嘅話咧，我就真係想有個地方，可能真係一個 area 咧，就真係擺多少少器械。一個地方就係做我哋啲小組啦 ，fitness 嘅嘢。跟住另外一個地方就係真係瑜伽咁樣。拍攝啦，跟住呢度嘅生意啦，咁其他。仲有冇即係其他多咗嘅私人時間，即係可以俾你繼續去 sweet sweet 啊，拍下拖啊？哦，私人時間就去跑步咯，我都唔提，提都唔提下自己嘅愛情生活咁樣，好慘啊！即係啊，我唔理你，你我自己去跑步啦咁樣。咁又會一齊跑步嘅。啊，重點係呢個。都會一齊跑步嘅，都話有肚腩啊嘛。唔係啊，我覺得我而家。做了一堂 ，feel 唔 feel 到我有個老鼠仔啊？哇！爆咗，大隻咗啊！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即刻爆咗出嚟啊！好，但我哋頭先冇做老鼠仔喎。誒，轉話題。嗱，我知道咧，你嚟緊都會即係可能繼續去參加唔同嘅馬拉松，同埋咧即係擴充或者做好呢度嘅生意啊。咁我都希望你呢度越做越好。咁等我啊，或者嗌埋阿陳可立佢哋咧，得閒上嚟幫襯下你。一齊操翻，而家得噶啦，係咪啊 ？call 佢咯。哦，咁啊，咁我打電話先。好，走，我哋去再操多一班。ready 噶啦。好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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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偷懶啦，嚟走。今日同 Ines 傾咗咁耐，我就覺得呢個老細真抵撐啊！運動對佢嚟講，唔單止係為咗興趣同賺錢，最重要係傳播正能量。佢呢團火直頭感染埋我，你話點可以唔撐佢啊？Ha ha ha!